其实我知道我这么做呀挺让你们伤心的，但是这个孩子确实太可怜了，他妈妈现在靠打杂工供这个孩子上学。如果你敢给我穿小鞋的话，我就敢到市长那个地方去告状。直到今天我还在找他，你很像那个女孩。我操你小子，你敢打我。你们大队的杨凯是不是养爆笑车？田汉结婚。